迎接中秋节的到来，为了推广国内优质的水产品，农委会渔业署特别举办中秋海鲜飨宴推广活动。渔业署署长张志胜特别和餐厅主厨黄景龙利用电烤盘来示范烧烤料理，运用台湾鲷、石斑鱼、白带鱼、竹夹鱼，做出一道道的美食。烤鱼真的很简单，对，记得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鱼肉哦，不要过度的调味。对。第二个就是抹酱，只要抹一遍就可以了。哦，这我倒不知道，抹酱只要抹一遍。对，我是觉得是鱼肉很容易熟了，对，容易熟，所以这个非常的方便。对。哦，那因为我们要吃到那个鱼肉的鲜甜，是鲜甜的味道哈，但抹酱就不要抹太多。对，这个是和风烧烤酱，也是我们龙师傅特调特调。对对。哇，感觉我们署长就是常常有在下厨，很熟练，对不对？署长看对，因为想要吃鱼肉就要自己煮。好，就这样子抹一层就好了，对不对？对。还有第二个秘诀就是说，我们的鱼肉要多带一点蔬菜，是对，然后加鱼加吧，买五菜咖，对，会带一点像这个红甜椒啊、葱段啊，或者是金针菇等等。确实没有错，这个可以看到的甜椒，也可以看到这些葱哦，葱段，还有洋葱啊，对，这个味道就非常的丰富了，感觉很健康，而且呢，色香味俱全哎，真的很棒。家里有长辈或小朋友可以吃，里面就是用非常多的这个白菜，然后还有一些焗烤酱，那最主要是用我们国产的台湾鲷，鲷鱼肉放在里面，其实它跟白菜的口感是一样。那再来这个在家里焗烤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电烤盘下面可以焗烤，但是上面呢你要有点焦的焦化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喷枪稍微给它喷一下，对，让它有点焦化，或者是直接可以放入这个烤箱里面去烤。但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动作要让署长来完成的哦，就是把这个新鲜的巴西利末呢，可以把它均匀的对直接撒在上面就可以。对对对对，来，我这边有一个手套啊，看看我们署长，哇，真的是平常有在下厨，对，你看这个，而且很均匀，很有美感哈。对，有红有绿，然后最主要是白菜的这个营养跟我们的这个台湾鲷鱼的鱼肉啊，整个结合起来。对，渔业署这几年来跟我们相关的单位，我们把这些渔民团体、渔会，甚至有渔业的农会，我们都把它串联在一起。那在中秋节这段时间，我们就推出了很多的商品哈，尤其是配合我们中秋节，国人一般习惯就是烤肉，烤肉这样的礼盒里面有很多鱼产品、水产品的组合。那各位等一下也可以看哈，我们这次组合了24家的渔民团体，哦，包括我们的鱼市场哦，都推出不同的组合。那整个商品将近一百样。那推出这样的组合哈，最主要就是水产品真的是人类最好的蛋白质来源。那台湾又有很多很好的水产品，包括海洋捕捞的，包括我们养殖渔业的，那这些水产品都可以供应给我们的国人，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对提升我们国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那个鱼的很多好处我就不用再一一重复，真的是过去中秋节烤肉，那现在烤鱼，或者是不一样的商品，这样的组合其实让大家觉得过中秋节是非常的有趣，团圆，合家团圆又非常的有趣。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些水产品里面当然也有考虑到说要让消费者知道说，哎，我怎么样去那个，我怎么样能够去烤得很好吃，然后让这个水产品能够体现出它本身很好的营养，还有很好的风味。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我们那个台菜王子我们讲龙师傅啦，龙师傅，那我们合作过很多次的，那我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都学到几样的技术，有时候在家里就可以用得上。那就觉得大家不要再觉得说买鱼是很复杂的事，也不要再觉得说要判断那个鱼新鲜与否是很复杂的事，那有时候要买到说是不是买贵了。那我们这一次这些渔民团体所提供出来的组合里面，其实里面有不同的组合，那鱼的新鲜度绝对没有问题，那个从养殖池或者是从捕捞开始，我们对鲜度就有做相关的管控。那我们这几年来也提供了很多我们这渔民团体去新设一些加工厂或者是我们冷链设施，就是希望这个保鲜的部分能做好。那现在再加上现在宅配的技术都非常的进步，所以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时候，你不但是说这个鲜度没有问题，而且营养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渔民团体非常的贴心，这些水产品在产地三去三清都已经做好了，所以到你手上的时候，只要花很少的时间，马上这些产品
就能够来烹调，就能够来烤，就能够来煮，所以马上就能够来食用。这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推的，很方便可以买得到，用手指按一按就可以买得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很方便就可以把它煮，煮鱼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那另外就是吃起来非常的健康。中秋节也快到了，所以我们基隆区渔会推出一个中秋礼盒，送人自用两箱鱼的，我们里面有国产的两条石斑鱼，还有两条五仔鱼，两片台湾鲷，更加上我们现在当季盛产的小剪，送一包小剪，当地盛产这个时候最夯的小剪，买一盒礼盒送小剪，宅配到家1200块钱。其实像国产的一个鲷鱼片呢，它没有刺，所以它很适合跟一些像白菜啊来做一个焗烤的模式。那里面可以搭配一些健康的菇类，或者是一些新鲜的小番茄，然后带上一些像健康的起司啊等等，然后用焗烤的模式呢，不仅那个家里的长辈或小朋友吃的是非常健康，而且最主要是没有刺，可以安心的使用。今年在这个竹荚鱼来做一个烧烤的部分呢，可以把竹荚鱼它的这个内部可以搭配一些时蔬，例如洋葱啊，或者是葱段，或者是炒过的杏鲍菇。那再来在烧烤的时候呢，可以在单面做一个烤肉酱的一个涂抹，然后保持鱼肉该有的一个鲜味。那最重要呢，可以用现在时令的这个中秋的柚子，吃完的这个柚子皮啊，可以把它刮一些柚子皮撒在这个烤好的竹荚鱼上面，可以更增添许多的果香哦。这次的推广活动结合20多家渔会、渔市场等渔民团体，推出了近百组的国产优质水产品。渔业署指出，民众只要透过渔业嘉年华买鱼去平台，动动手指，各类烧烤的食材与中秋礼盒都可以直接宅配到府。平台也正式导入了台湾配，并推出满额折抵等多项好康优惠。那这边有一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那为了给消费者能够有一个很方便多元的支付的方式，那土地银行和渔业署合作，那我们推动了在 GoFish 买鱼去官网能够用台湾 Pay 来做一个线上支付。那这个支付能够，而且从8月22号就要即将上线了。那为了配合庆祝这个GoFish 官网上面台湾 Pay 的一个上线，那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 GoFish买鱼去，好，用台湾配满千折200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土地银行主办，那当然还有财经，还有其他的八大公股行库来做一个协办。那总回馈金额有到55万。刚刚土银的两间已经讲到了哈，我们这一次也引入台湾配哈，台湾配那从下礼拜开始，只要买1000块就会送200块，但是这个有限量的哦，好像是有限量的哈，所以手指要快啊，手指要快，要赶快从我们网站上来买。那第二个当然配合我们农委会现在推出来的中秋节吃文旦吃石斑，所以我们配合农友券，只要消费满600块，我们就有每张200块的农友券。那这个有30万份，那消费者如果买了以后，你就有机会来抽。那当然在我们的网站里面还有更大的优惠，就是我们鼓励很多公司行号团体啊，你能够来买，如果买1000份的礼盒还会再加赠100份。那当然最重要的，很多消费者说我只买一份怎么办，买一份也没有问题。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里面就是免宅配费用，就是免宅配送到家。那这个就是配合这一次整体的活动，能够提供最新鲜最好吃然后最健康的水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秋天是吃鱼的好季节，渔业署推荐经济实惠又营养满分的国产水产品，是今年中秋烧烤与送礼的最佳选择。欢迎民众多多采购，以行动来支持台湾渔业。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